通过国家标准 CNS 医疗许可认证 MOTEX 的此款口罩拥有强大的三层结构，最外层的 PP 不织布材质防泼水，而中间的熔喷静电层可将空气中的脏污、粉尘、疾病均微粒一网打尽，让每口吸进的空气皆清新洁净。而最靠近口鼻的内层复合纤维则有绝佳的亲水性，不仅能吸收呼吸产生的水汽，柔软的质地更不易造成肌肤摩擦感。市面上多数的空气清净机除了滤除容易致敏的悬浮微粒之外，大多无法有效解决病毒的问题，而韩国厂牌 QV 推出的此款空气清净机特别为寝长庚大学检测认证，其机身中的 Green HEPA 双效滤网可滤除 99.9% 的流感及冠状病毒，可说是疫情期间维护居家环境清洁的梦幻一品。利用酒精为手部消毒时需要足够的用量才能确实发挥效果，而此款自动感应喷雾机便为此设计了两段定量模式，针对大人、儿童分别采用不同时长的喷洒秒数，有效消灭病菌的同时也不致过度喷洒造成浪费。而 0.5 秒的超高速反应也让赶着出门的当下能有效率地完成消毒，加上满电状态下可喷洒约3000次的惊人机能，对于小家庭来说无疑绰绰有余。从外头回家时，身上的物品除了会沾染上脏污，还可能会附着大量细菌、病毒，若无确实消毒即可能使其在家中扩散。此款酒精湿巾相较市售款加大了清洁面积，不论是用来擦拭餐桌、手机、马桶盖等各种表面，一片即可完成清洁工作，减少用量也避免了资源浪费。防疫期间常有酒精缺货的问题，因此有不少民众选择 DIY 消毒液，而此时选用合适分装容器的重要性也不可小。此款分装瓶有别于传统的塑胶材质，以玻璃材质制作而经得起高酸、高碱的考验，即便装入次氯酸水、高浓度酒精等液体，也不会造成溶解、破裂，放入包包内携带也相对安全。而茶色的瓶身更有遮光效果，进而保护瓶中液体不变质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，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